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，今天我们带来买快，我们今天来玩史上最恐怖的 Find Button。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珊珊。我是鸟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。行。阿千，今天我们又要来玩这一款外国人制作的地图。外国人，打！我们今天呢，又要继续玩这一款史上的另一个图了。我们今天呢，又来继续玩这一款史上最恐怖的 Find Button 恐怖寻找按钮。没错，这是这个系列的第二集哦。上一集一推出来的，不要再打了，不是我了哦，鸟鸟，趁早蓝头发的啦。上一集呢，一推出来之后呢，本来是打算只玩一集啦，不过呢，帮我们在底下的留言去敲爆你们的碗碗哦，想看到更多 YouTuber 一起来玩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找来了另外一团菜皮吧，要来带大家见识看看恐怖版本的什么菜皮吧。听完，你们通通都菜皮吧，要来看看这个恐怖版本的 Find Button 怎么玩哦。阿神，阿神，干嘛啦？听完，啊、如果大家没看过第一集的话，也不用担心啊。简单说说呢，我们玩的这张地图啊，就是要一边寻找按钮，一边躲避杀人魔的追杀。没错，等等呢，会有杀人魔，还有一干嘛啦？灵丸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谁是杀手在城上寻找按钮的概念啊。不过这些东西呢，我们第一集都玩过了哈，所以这一次啊，我们要再增加一点游戏内建的一些智障规则哦。这是游戏内建的智障规则啦。那这个规则有多智障嘞？有左手套着袜子玩游戏啊，有什么左右手互换？左手控制滑鼠，右手控制键盘哦。究竟今天在场的哪一位 YouTuber 能够活着逃出去嘞？那么在今天开始之前，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有趣的恐怖寻找按钮地图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。那我知道，那要是今天如果你有点大大的喜欢的话，你的袜子洗完之后就永远不会剩下一只。耶、实用袜子跟耳塞，袜子跟耳塞就是那种，就是你用就只会剩下一个的东西，超神奇的。就是尤其是耳塞，我的耳塞啊，就是你永远用着就会剩下一个，然后你在买的时候用着就会剩下一个，然后某一天它就突然冒出来，可是冒出来之后你就觉得它很脏，然后你就会再去买新的，它就是一个好像就会有家里有小精灵会把它给偷走的那种感觉，恶性循环，对，恶性循环。那在游戏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地图怎么玩哦。那因为第一届已经有介绍过了，那大家都没有来过，所以我们简简单单快速看过去。首先我们进到这个洞口，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入口哦。进来这里面，这个叫做 entrance 叫做入口的意思。进来这个湿湿潮湿的洞穴里面之后呢，继续一路往里面走，挺进这个洞穴里面，走到底之后呢，对，走到底之后呢，你会发现这个洞热热的，好不好？到处都是人家。那这边有三个小房间，正前方这个地方呢是游戏开始的地方。不过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简单看一下怎么玩哦。进来，这款游戏里面呢，除了那个一边寻找按钮一边被杀人魔追杀的模式之外啊，它总共有支援三种不一样的模式。第一个叫做 escape， 翻译成中文叫做逃脱。在这个模式底下呢，有一个人会是杀手，那其他人都是幸存者。那我们的目标呢是找到五个按钮，那在五个区域里面找到五个按钮。那区域总共分成主要营地、休息营地、湖泊、森林还有洞窟。那你只要在这五个地方找到五个按钮之后，你就可以逃脱这个地方。那接下来顺带一提哦，在游戏中呢会有各种各式各样的箱子可以打开啊。那你打开之后呢，里面会有一些东西，那箱子跟木桶里面都会有一些道具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呢，第二个模式呢叫做 rescue 拯救模式。这个模式很简单，那跟刚刚上面很像，不过你不用找按钮，你只要等到时间到你就成功活下来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再来第三个模式呢是谁是杀手模式，这个就是大家常常玩的谁是杀手啊。那在这个模式底下呢，就是有一个人会是杀手，其他人会是平民，还有一个人他会是侦探，这个样子，那就是我们平常玩的谁是杀手啦。那我们再看过来哦，旁边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些道具啦。有没有看到正前方那个黄金砖上面有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就是游戏中会出现的一些道具。首先我们一个一个快速看过去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个是煤炭，它没有任何的作用。第二个是饼干，它可以补一格饱食度。第三个是雪球，它几乎没有什么作用。第三个呢是帽帽，它有胜于无哦，就是可以戴一些帽帽增加你的防御力，这个样子。那这边可以看到有衣服啊，有裤裤啊，然后有鞋子啊。那再来苹果，它有分颜色哦，这个来到了绿色，这个颜色呢它可以帮你补两格饥饿度，再来是可以帮你补四滴血，这个还蛮好用的。然后再来这个可以让你追踪到杀手现在在的位置，它会发光。然后这个胡萝卜你吃下去之后呢，你的夜视就会打开，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再来咖啡，它会让你二选一抽奖，
那你是要抽到比较快还是比较慢的，就是看你的运气。接下来来到了蓝色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呢能够帮补四格饥饿度。再来是羽毛，羽毛可以让杀手跑得比较快，或者是比较慢啦，不是跑得比较快。那再来呢，这个叫能量饮料，可以让你很快很快很快的疾奔过去。陷阱呢可以困住杀手一小段时间，这个是晕眩豆豆，你吃了之后呢，杀手就会开始头晕哦。接下来到紫色的道具，这个我喜欢这个啪啪啪的东西呢，是当你把这个东西拿来揍杀手的话，杀手就被击退很远很远很远。然后再来下一个，这个是荧光棒，你揍杀手的话，杀手呢就会自盲一小段时间。冰锥一样，揍杀手，杀手就定在原地一小段时间。然后这个是臭味弹，我不太清楚它有什么用，不过他说可以让房间臭臭的。然后再来是传送，这个传送呢，它会随机传送你跟其中一个幸存者，所以如果你被杀手追的话，当你使用它的话，就代表说队友就两个一起被追。不是两个一起被追，你会跟一个幸存队友互换位置，所以你会安全。然后你就再来呢是躺躺，你这个躺躺之后会让你急奔奔的非常非常非常之快。再来是这个无敌项链哦，会让你有第二条生命。再来 Nova， 这个可以让所有人隐形一段时间，不过如果你穿装备的话呢，你要记得把装脱下来才有用哦。最后一个这个东西呢，神奇皇冠，好不好？这个皇冠在 Fogus 里面常常看到，这个皇冠呢可以让你在任何时刻肚子永远不会肚子饿，所以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东西。我们第一届啦，玩了很多很多很多场，没有看过这个东西啊，所以大家看看今天运气好不好。好，那大家过来我这个地方。以上就是这款游戏里面所有的道具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要找到按钮，它的颜色长得像是这个样子，非常非常明显，好不好？它不是我们椅子嘞，它不是我们一般看得到的按钮这个样子啊。好，那都看完之后，我们来到开始游戏这个地方。那进到这个更热、更热、更热的地方哦。首先，我们第一场，的话，我们先来个寻找按钮的那个模式，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寻找按钮的模式。这个模式呢，总共刚刚有说到有五个区域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五个区域呢，每一个区域都只出现一个按钮，会不会太难？我们每一个区域出现三个按钮好了，三个只要找到一个，你就解锁了，好吗？好不好？好酷哦！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那杀手他的技能的 cooldown 哦，杀手有技能哦，差点忘了跟大家讲，杀手会有四个东西在你的道具栏里面。第一个东西呢是你的武器，你就可以拿来砍人。那第二个东西呢，好像没有记错的话，是可以让你加速的样子。那它会有CD 时间呐，你把花束滚上去，它就告诉你说你还有几秒才可以使用。那第三个道具好像是可以让你放烟火的样子，就是幸存者头上会跑出一个烟火，咻，你就可以看到幸存者的位置大概在哪里。那第三个道具超强爆强，好不好？这个道具我们先来玩个几次，然后我们再把它崩掉。这个道具呢是可以让你直接瞬移到幸存者身旁，不过你会自盲加缓速一小段时间，然后它的 CD 时间也很长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杀手的技能 CD 时间调个 1.5 倍，那其他通通都可以打开。那以上就是我们第一场的小规则啦。那我们第一场先来玩个普通的，之后我们再打开这个智障规则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按一下这个牌子，下面有一个 click to join， 按下去之后呢，它就会告诉你说你已经硬了，有看到吗？我硬了，那都硬了就要准备 go 了，来哦 ，three two one ready， 右边有我们那个分数有没有看到？这是上一届了，5222，你厉害，看到了没？看到了没？来哦，准备了，three two one ready go 跳，外挂做外挂，没有啊，只有点强而已啦，闭着。封闭者作弊者，黑色剑士，电动头，来了！今天的软软当鬼的是泽平，是我吗？对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你在那个房间里面待一小段时间了，那我们其他人去寻找按钮，去寻找按钮。那么你在那个房间待30分钟再出来。杀手到底要干嘛？我要去抓你们是吧？对对对，没有没有，要是找到了。找到了吗？那你找到了之后，它会显示在右手边。那我们要在这个区哦，两个。我还没出去那杀手使用技能要用 Q 的方式使用技能，就是把东西丢出去使用技能。我耳朵要聋了啦！差不多还没出去，你们在干嘛？我们找到主要营地跟湖边的按钮了。那记得箱子或者是木桶里面都会有一些东西，记得可以把它给捡起来哦，可以稍微找一下。那有些地方会是锁起来，锁起来就不能够打开。那我去找找看洞窟里面的好了。哎呀，手谁？我的声音，你的笑声好像小丑哦。这不是，哇，死了一个，好快，哇，好快，不是，哦，你知道他怎么出了？这个按压，痛，是不是？对，BGM 会出现，大家注意点啊！对，杀人魔靠近你的话，会有一个 BGM 会出现，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就是太恐怖了吧 ！Thank you， 不是吧？你这样让我想到那个。
我拿到一个金色道具耶，雷军的道具耶、那就把它拿起来，那就把它拿起来。所以，哦耶，那也就代表说我还剩下你找到的是森林里面的一个最难找的那个。我不知道这是哪里。你找到最难找的那一个了，找到吗？我被卡住了、欸，一定可以跑出来，一定可以跑出来，只是你要动动没有，他应该是用技能的，还是蜘蛛网？好可怕、欸！你死掉的话呢？你会附身在杀人魔身上？有，我已经在上面了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可以帮忙看一下下。那个泽平杀人魔，跟你提这个友情提醒一下，如果你找到按钮的话，你可以轻轻对他按一下右键。会怎样？你会帮我们找到？哦，是这样哦。对，就是我们会蛮感谢你的啦，哈。等一下，我已经很像在地牢里面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那个地方，我们之后如果有看到的话，不要进去，因为那个地方很难出来。我找到了、okay. 五个了。哎呀，好，太会了吧？他会告诉你说他的那个逃出的地方在哪里，好像是在洞窟里面。阿仙，抱歉了，传送。我想说你困在，我想说你困在这里面很难出来。哎，阿仙。他欺负你耶，无耻大人！不是，哇！他欺负你耶，他都是这样获得第一名的啦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刚刚那个右边那个数字，恶心啊！恶心啊！恶心一个字，恶心！烂人！我想说你在洞窟，好痛！我想说你在洞窟里面就是出不来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改天再联络了啦。今天就这样开始了，对不起嘛，而且那个你知道逃生点在洞窟里面，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没有经过训练是几乎出不来的。你看我现在卡在这里面很久很久很久，就是我也头一次有点痛啦。那你等我七十几秒，你又可以再传送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等一下，我是真的有点出不太来。我找到出路。帮阿谦 QQ， 真的啊，阿谦 QQ。哎，那个留言区让阿谦活下去，刷起来，各位。让阿谦活下去，那不是你的那个吗？那不是你的 slogan 吗？那不是你的 slogan 吗？让阿谦活下去啊，没事。哎呦，好坏哦！我要找到出路啦。我这样找不到出路的话，我等一下你一传送，我就直接崩掉了。你等我四几秒哈，神。你再等一下好不好？拜托你。死亡倒数。我在等啦，给你倒数那个两秒好不好？二一。哇！哎呦！哇！他竟然用技能捕兽夹！快跑！哎！传送，恶心，恶心，走开，应该是在这附近的，应该是在这附近的，好恶，不在这，啊，这个路，我看错，完了，我找到了，闪闪有告诉我要怎么走这边啊，我找到了。这里，我第一次找到这个地方，这什么鬼地方？再见了神，再见了神，哇，这什么鬼地方？阿蛋，干！Game over， 好难哦，那什么鬼地方？跑出去啊？对啊，这怎么可能走得出去？他应该是最后，然后要经过一个小跑酷才有办法跑出去。那完蛋了。Round one 结束，至少我们这次有看到逃出的地方在哪里，好酷哦！那这一次呢，我们 ban 掉那个迷宫，不能够进去那个迷宫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可不可以 ban 掉那个坏人？可以 ban 掉那个传人吗？对啊，我们就 ban 掉传人，我们就 ban 掉那个传人，好不好？来，硬啦，进来，硬，哎，通通都硬了吗？通通都硬了吗？没硬就玩不了啊！有没有出现绿绿的硬字啊？有，硬了 ，Go！ 今天的 round two， 泽平你赢了哎！泽平，很猛，很猛哦，泽平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都要感谢闪闪，因为他没教我说。他在那边，这次当杀手是谁？说不会玩，换闪闪了，换闪闪了，有没有玩过麦块啊？找按钮啊，各位，找按钮，找按钮。哦，我是鬼啊！对，你是鬼，你有那个大砍刀的话，你就是鬼。对，我是鬼。你是鬼，我看那里找按钮。我一个头痛。你在你的房间里找按钮是不是？对，我在房间里面找。我找到一些道具啊，按钮找到了没啊？各位，还没。哎呀嘞，通常会放在哪里啊？到处都是，所有的地方都有可能。他是到无极是不是？到处都是。对，到处都是，稍微小心点哦，各位。好的。大声哦，闪闪应该在附近。你是鬼。
闪闪在附近，你们是鬼，你是鬼啦！什么小朋友吵架？你是鬼，你是鬼，你才是，你才是我啦！我是鬼啦，我是鬼啦，好不好？你是鬼，你是鬼。我最像鬼了啦！好，你像鬼，你真的像鬼！哎呦喂啊，闪闪，你不要一开始就这样啊！我就刚好看到你哈，你不要一开始就这样追我，我知道，就是我现在单身有点抢手，但是不要这样。闪闪，你在追他哦，你小心一点点。没有，这个是什么啊？第一个道具是什么？第一个道具是可以让你跑很快，你都不听我讲话。真的吗？谢谢。发！我们这要怎么用啊 ？Q 出去，都没有听我在讲话。有了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珊珊，我们都还没找到按钮哎呀，你们快点找啊！我找到一个，我找到一个，我被追，我还可以找。太神了吧！卡住了，救我！你们找我，我救你！哎，我可以传送，可以传送，可以传送，你要不要使用看看传送？好，我现在看到另外一个人了。哦，不是，等等。哦，我告诉你，哲明在哪？我告诉你，哲明在哪？你先不要，我告诉你，哲明在哪？等一下，我卡住，我卡住。谢谢哲明，谢哲明。抱歉，我刚卡住了，我卡在水里，所以我卡一下了。这不，你拿到竹轮吗？竹轮。你不要靠近。来了，借弹一下。哦，哎，为什么我暗暗的？你死掉了。没有，太活着，太活着，太活着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我传你。哎，怎么又传你？好，这是注定了，命中注定。命中注定，我爱你。天，我爱你们大家。因为我没什么游戏体验呐，对，被自己人杀，现在被自己人。表现是，天，让我存活下去。三个人。阿天，哎，有你的陪伴真好。快。你是觉得这款游戏很好玩啊？没有啊，我基本上没什么游戏体验。我大概在那个池塘外绕了三圈吧。干嘛这样？就我一条命了。等一下，但是鸟按钮，各位鸟，发一个 button， 你不行了，鸟鸟可以的。OK， 你刚刚是这样，刚好站在那边，鸟鸟站撑了五秒，对我撑很久。鸟鸟怎么撑这么？低呀！阿坚撑快一个小时哎，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，没有跑进墓碑里，然后墓碑就没什么都没了，我只好跟他一起睡。好啊，不要告诉我又剩下我一个人了。不要往墓碑跑，墓碑那边都是死路哦。不要告诉我，哎，哲平这边你有穿装吗？隐形，你有穿装吗？把装脱掉，把装脱掉。但是他放烟火了。把装脱掉，把装脱掉。我要怎么脱妆？等一下，我现在没办法做哦。你没有妆的话没关系，我先让你隐形。没有妆啊！钓鱼钓到大白鲨。钓鱼钓到什么鱼？钓到一尾大白鲨。阿神，看一下桥的旁边有没有按钮？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快点啊！我在看，我在努力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好啦。有时候努力也没有用啊！我知道。干什么？谢谢你，不要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他最近心情不太……不要，不是我。好啦。哇，你还能传送？这里怎么这么暗？等一下，你有毛病啊！他在后面，我没有。你有毛病啊！完蛋了，各位，五个按钮啊，各位，你们在贡献啊？有啊，我找到，我找到一个按钮。穿这个裤子就很嘻哈呢。附魔附在闪闪身上帮忙贡献。啪！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吓死我了！球棒！吓死我了！球棒！球棒！不行，我帮你找啦。不要啦，谢谢你哦，人是有点好了。但是我需要阿神彪，阿神彪去高塔，我看到白痴哦，闪闪看到你了啦。赢了吧，对吧？来到怎么了？注意听话，告告吧！倒数。这现在是谁当鬼，谁有优势？他那副杀手之后变他是杀手，不知道。我觉得怎么讲啊？就是他有时候按钮找很快，有时候按钮找很慢。杀手是哦，为什么又是哲平？哇！哎，找按钮，找按钮快！找到一个，爆了啦！可以再来。主要营区找到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去。太快了吧？没有啊，还有啊。
睁大你们的眼睛，睁大你们的眼睛，船旁边啊，附近啊之类的，都睁大你们的眼睛。我要先去杀一个人。木珠，我们现在有人数优势，就要快点找，好不好？好，快点出现！从主要营区那边出现，所以我们要快点跑了。好，快跑！对，我们要快跑。Misketa， 啊！我去洞窟里面看看，你们加油。好，小心有怪兽拿手的。他在洞窟，洞窟，嘎豆，你们加油。小心！森林，接下来是森林，我找到两个喽。耶！其他人你们要努力哦。你们这样子怎么会幸福呢？其他人你们要努力哦。有，我在努力了。再努力一点，这样子的努力够吗？够了。是啦，你这样怎么会幸福？我怎么整场都在遛鬼啦？啊，怎么都是我啦？你怎么进去的啦？这边有东西啦。我锁了，等一下啦。啊，锁了。你们进去的啦。这边有东西可以拿，这边有东西拿，你们拿，你们拿。哇，亮亮了，阿谦。我好，再见了各位，谢大家。你活着，奥痛。好的，天。你可以，你可以，你可以，阿谦，你可以。爱心小屋，这边也太难找了吧？在哪里啊？爱心小屋，还想撩我？哎呀，别再过来了，别再过来了，太过来，你给我遛他，别再过来。阿谦，我帮你，阿谦，我帮你，你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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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跑，我就直接在耳边放哎，然后我直接弹到那个地，哎呦，我捆住他，我捆住他了，阿谦。快跑！我在跑了！不行，天，你是我的！快逃！逃走没？牛逼也太难找了吧？在哪里呀？哎呦，我跑走了，我救了你一命，你要永远感谢我。好，但我快死了。好，你找点东西吃，好，我们溜掉他，快点！河边跟自由营地的东西呢？河边有啊，湖边，他在湖边。而且应该有三个，我们只要投了一个就行了。哦，哎 ，no， 你踩到花啊！阿杰，我这么努力救你，哎呀，你娘失败到我低头了！我那么努力救你，就这样子把鸡就挂了。没关系，你继续，我很努力了。不要，我们绕圈圈就好。你踩到那个，你跟我讲你很努力。啊！又剩我一个，又剩我一个，他都不先杀你，又剩我一个。我想看一下，就是我们这样子啦，我们看一下最后逃脱的那个画面嘛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，我跟你达成和平协议，那我们一起找，嘛，好不好？一起找。就算我输了，好不好？好吧。那我们三个人死的惨，我们死的好惨啊！就算我输了啦，好不好？那BGM好热血哦，噔。不是啊，加入一个鬼加入阵营也找不到啊。那不是湖边啊，泽平你在哪里？湖边是哪里？是教堂吗？对啦，去湖边。湖边是这边吗？对，这里出不去。你有找到吗？没有啊，我找到我找岸了啦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哦。您人真好啊。我们刚刚一起努力找了大概7749小时，我们找不到湖边的岸钓，超夸张的哎，就是我们跑偏了各个地方，然后我跟杀手一起努力，我们就是找不到湖边的岸钓，找不到，好大江南北，上面这边有箱子打不开，好高哦，所以啊，我们决定放弃了，也许下一次会更好，就我跟你说，这是一场梦，好不好？让你醒，好，我还在转这个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就是你跟杀手一起合作的话，不会有一个好结局啦。这有时候，就是一个人在东，一个人在西，你硬把他们凑在一起，他们不会在一起永久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扁他，我们还可以让按钮更多吗？我看一下哦，不行，他最多就三颗按钮，好，三颗还找不到。下一场，好不好？下一场，我来开启那个智障条件了，智障规则了，怎么办了？改了，好，这个智障规则呢叫做 Mr. President， 总统先生哦 ，One survivor is no match to become the president， 有一个人呢是国王这个样子。And you must protect them to at all costs. 你必须要保护他，不管你用尽什么方式，你一定要保护他。If they die, it's game over. 那如果就是他挂掉的话嘞，游戏就结束。那我们要选谁是国王？我们等下出来的时候，我
我们等一下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再选那个幸存者有一个人是国王，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好，那准备好了吗？硬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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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硬了，都硬了，准备用三二一 ，Go！什么声音？他烫我，他的声音，麦块的声音。他烫我。我们等一下保护那个人哦，我们等一下保护那个人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不知道，看一下谁是杀手。杀手是喵喵喵。我们保护闪闪好了，好不好？闪闪是我们在场唯一的女生。好，保护闪闪，保护闪闪。好，找按钮，找按钮，找按钮。还要找按钮，不保护他就好了。还是要找按钮，好不好？还是要找按钮，还是要找按钮。OK， 这个 hammer 好大吧？好，你们那个仔细看看这附近有没有按钮可以按哦。哎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水，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我湖边的，你在哪里找到的？湖边的船上，哦，船上有湖边的，这里吧，这里有的，水啊，是你的，我跟你讲的吧，现在好猛哦，很谢谢的，难道我们这一次终于？不要不要不要！我刚刚上一场这样讲之后，我们刚刚花了40分钟在找都找不到了，拜托不要讲，那个字标出来，先不要，那个字标出来。好，让闪闪活下去，让闪闪活下去。好，让闪闪活下去。对对对，闪闪活下去。好，那你要做到做到哦。做到做到。道具怎么用？这是什么？道具是用 Q 许用。对，道具用 Q 许用。是难的。哎呦喂！哎呦，小心小心小心！没事没事没事，不怕不怕。这边有个神奇的道路。这张地图玩了两届之后，还是会看到一些奇怪的地方哎。哦，有怪的。碎啊！洞穴的。哎，闪闪超猛啊！太厉害了！这是红梦哦，还差两个，主要营地跟次要营地而已。好，我来了。主要营地跟次要营地，跟你什么事？不要，你不要，先不要吗？我来找，我帮忙找。这里面有吓到我了。啊，是。哎，自己人吗？自己人吗？自己人，两个自己人。我还要闪闪哦，保护他哎，闪闪死了我们就输喽。哦，安安啊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阿神，我喜欢你。不要，阿神，跟我在一起。不要，我是女神。不要。没有阿神，多少？就重合他吧。闪闪，你活下来就好。闪闪，你活下来就好。有。那我。闪闪，不准藏起来，闪闪。等下如果送到你身边，就是你完蛋了。你注意点。我们是你的骑士，好不好？小注意一下。我们是你的骑士。骑士团。骑士团，骑士团。骑士团，骑士闪闪的骑士团。骑士团。隐形啊！隐形拿个斧头，他拿一个斧头在空中挥。拿个斧头给你，拿个斧头隐形，那么强！我打死要走啊！多吓人！我帮你，阿胜，我帮你，我盯住他了。你给我碎碎碎碎碎！你超棒！没有东西啊！还在我后面，他还在我后面。你还有什么可以帮我？还有什么可以帮我？还有什么可以帮我？那个，你等一下，我想看最后的样子是什么。阿胜，我帮你。阿胜，我帮你。哎，我加油！走到了，去洞窟打，去洞窟打。OK， 洞窟。Go go go， 各位，我看到阿谦燃烧了。对啊，怎么可能走这边？快过！今天过得好吗？哎，要过去啊，阿谦。他传送是不是啊？对，他传到那个，他传到岩浆下面了。对，各位，今天过得好吗？今天过得好吗？哎，不要推我，我差点打。今天过得好吗？啊，他是跳过去啦！哎，朋友，阿谦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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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这会死吗？我这会死吗？你可以下去看看啊，你可能会变成魔鬼终结者。还是往上啊？还是往上啊？阿谦，我在那边啊！啊，应该是要想办法往上哎，阿谦，你有办法往上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不知道，你走到看到中间的路啊？可能。阿谦，阿谦，我回完血了，阿谦，我要准备出发了。等一下，不知道哎，我过来。等一下，看一下，过来。等一下，这个人一开始就要往上爬。阿谦，阿谦 ，I love you。哇！哦哦！啊！哎，你逃走了？为什么？哎，你走了？为什么？啊，因为我把杀手杀死了吗？哦，哈，他写说，他试图跳入岩浆逃离我的追杀，但其实是你被烧死了，因为我刚一直把你打到岩浆里。啊！所以牛牛死了，牛牛死了，我死了，阿寿死了，获胜！所以你没看到这个时候的世界吗？你看到太阳了。哇！还有警车的声音哎，是我们逃出来了啦！哎，好酷哦！我们逃出来了，还有一个结尾。耶！警车。原来是这样，要杀杀手， yeah. 难怪要把杀手引到那边啊！最后好难哦，他最后好难哦，我掉下来一个洞里了。
哦，什么叫你掉下一个洞里？那你再过来。哦，来，我们下一浪雷来换一个不一样的模式。好，这个模式是你只要躲到时间到就获胜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要选一个智障的规则 ，WWWW， 你只可以按 W。好哎、欸，这个你只可以按 W， 你只可以按 W。好哎、欸，我们玩这个好了，杀人魔也是要这样子，好吗？好，好那一样是两倍的 CD 时间，那我们要存活多久？五分钟好了，好不好？五分钟，那准备好了吗？硬的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还没硬哦，硬了，都硬，硬了没？硬了，我硬了哈，都硬了哈，硬了，天，就往那里 go go， 你现在硬了，来了，好，只能按 W 哎。对，只要 W， 我要自律哦，好不好？好。现在把你的那个食指跟那个无名指给收起来，比出你的中指，然后按 W。空白键算吗？空白键算吗？空白键可以用，空白键可以按，好不好？好你只能用你的中指跟那个，谁是杀手啊？哇，又是这？哎，今天你们两个怎么啦？我是杀手王哎、欸，好恐怖哦！好烦哦，我不是觉得按照、我困在洞里了，我困在洞里，我传送一下，抱歉。哎。抱歉，我刚刚困在洞里。我们只要躲到时间到就可以。只能用 W 哦，跟跳，对不对？对，只能用 W 跟跳。我来了，各位躲好了。来了，他们来了。要自律哦。好。好痛苦哦。哎，千。怎么又是我了？我拿到皇冠。千。啊，戴在头上好可爱哦。不是，沙莉，你这边。啊，我啊。哎，不是，你还没讲完，我怎么砍两三你就死了？刚刚没砍那么少啊。哦哦，这个阿谦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游戏体验的家伙、啊？让阿谦活下去。这他是分 game。Only game。为什么我现在还没有一个按钮啊？找不到。没有按钮了，这个不用找按钮了。我真的找到了。时间到就可以了。你的队友躲起来就好了。你这个背弃按钮，还要找按钮啊？还在按钮。我在找。三三，哎，闹这么？哎，我饥饿度是饱的代表，我会不停的回血，很强哎、欸，其实很强。对，就是会慢慢的回血。三三，你走这个地方，你 W 还可以走这么顺，好恐怖哦！啊，中指好像其实没有那么难玩哎、欸，我想抽到那个用袜子玩的，你们有袜子吗？袜子，你们有袜子吗？等下如果真的抽到用袜子玩的，我们要用袜子哦。袜子，就是去找袜子吧，把袜子插在自己的左手上来 WSD 哦，超好笑。要洗过的袜子还是没洗过的？干净的啦，刚穿的吗？刚穿的是有点热哦，有点温温的，套上才是温温的，对不对？痛！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会回血好强哦。对啊，你好猛啊！哦、皇冠很强哎、欸。倒数15秒，太神了吧！这游戏好难玩啊，紧张紧张，刺激！啊， yeah. 时间到之后，我们要到那个逃离区，逃离区在一开始的地方。哦，哦，又要回去吗？对，四 D 三二一，好、啊，出现逃离区了。哦，看到了，它是会喷烟呐、啊？对，会喷烟雾。哦，不是哎、欸，它逃离区每次都不一样哎、欸。我在逃离区等你们哦。我们只要到逃离区就赢了啦，你不会这么好。我等你们呢、啊。不会这么好赢的啦！啊 ，W 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哦，奇怪的感觉哦。好，他在哪里呀、啊？偷偷的哦，白痴哦，吃点咖啡，喝点咖啡。哎，我要到逃离区喽！我要到逃离区喽！逃离区抵达！我的天哪，他在那下面吗？怎么会有这种杀手啊？传到你旁边，然后还跟丢。怎么了，泽平？你怎么了？我没有，怎么了？我只想要跟阿天玩。游戏结束。好哇哇哇！我们再来一个倒数两场，好了吧？我们去准备袜子。袜准备袜子。等一下，我再抽抽看好了，我再抽抽看了，有抽抽再说。Dark mode， 要把它变得很暗，不要。这个是 just horrible。Switch the hands， 左右手互换。哇，那这怎么玩？这个我之前玩过，就蛮智障的。好，我们再一次这个好了，好不好？左右手互换试试看，好吗？左右手互换，杀手也要哦，杀手也要哦。然后存活五分钟，准备让我突破。好啊，来啊，好啊，来啊！你有怕你吗？啊，我们没有啊，那个硬啊！等一下，我现在连硬都有点。还没有。那滑鼠不能够放在左边，滑鼠要放在右边。什么？然后你的手就是要交叉。滑鼠在右边。对，你的手就是要交叉。
就是要交叉、欸、好吗？天哪、啊、都赢了吗？都赢了吗？都赢了吗？好啊好啊，天哪、啊、好来了，准备要上 3, 2, 1 ready go。 我就看阿神当杀手啦让你难玩。不会啦，不要让我当杀手。上一届我们这样玩的时候我还拿弓射到人超假好不好？来吧，这场杀手是是谁呢？是谁呢？是你吗？是我。OK， 左右手互换。我就说是你吧。哎呀，好难、欸。躲起来，朋友们，躲起来。花鼠，对不起，现在花鼠有点奇怪，各位见谅一下。我这样怎么玩呢？左手控花鼠，而且他有传送，哎，传过来我们就挂了。等一下，我要怎么滚轮这样子哦？等下玩到 Windows 键，转视角好难哦。你们哪一只手？我滚过去啊。我滚过来了，右手。好，好，他操作，哎、欸、，OK、哦。我看到鸟鸟了。跑步是哪个按键？跑步是这个按键。抱歉、啊，大家今天那个画面会有点奇怪啊。我追不到我，你追不到我。哎、欸，你太强了吧！我已经熟悉了。你是不是药师兜啊？药师兜。等一下。你也学太快了吧 ？Q 出去使用手指头就好了。三只手指头吗？三只手指头。你为什么要教他？三只是哪三只？你看，就是用打字的那种方法玩。呀，哦，解决一个，解决一个。为什么？娘娘，你怎么？药师兜。他没办法，我蛇丸呢、啊？你蛇丸好东西。OK， 你谁？蛇丸。哎、欸，闪闪。干嘛呀？等一下啦！等一下，我按到 E N G 了。等一下。你要拜托我啊！等一下。等一下，不要拜托我、啊。等一下，阿森有一个按键可以自动调灵敏啊，你要不要按看？等一下，闪闪，你是不是操控不？你是不太会操控？很难呢、欸，我才出起来哦。你是不太会操控？谁都这样子的。闪闪，你调一下灵敏度 ，Windows 加 M，Windows 加 M。我的画面，我现在左手操控滑鼠好痛哦。等一下。那你要讲点好话、啊，你要讲点好话、啊。我没有看过这么帅的人。哦，谢谢。对，我以为你临时不缺、欸，我看错地了。有放过。我以为你临时不缺、啊。我也是有带走的人呐、啊，我也是要带走的人呐、啊。好了，我要认真了。快跑！跑起来！跑起来！我要用短腿，我现在用那个手掌在按空白键。小短腿，好痛苦哦。哎。这是哪里？怎么要下降啊？干嘛？怎么那有人、啊？要解决！阿切死了，阿切！那你哪里？你在哪里死的？哲斌，你在哪里死的？他在我在那个水帘洞里面死了。水帘？你刚才想说你怎么走到水帘洞，然后被困住，对不对？没有用的啦，好不好？可恶！离开！你这个传送大魔王！哎、欸，阿切，说到水帘洞就来水帘洞，等一下，人呢？没事，他也在耍他。他有点没有办法操控，好猛哦、喔！千差点喊出来耍智障。上面还是里面？里面，到底是里面还是外面呢？里面，应该是里面吧？我觉得是里面。里面呐，你干嘛、啊？相信我们好不好？你问人家，然后还在那边，所以真的是里面啊？外面，感觉就是啦。外面，刚就有看到哈。对啊，里面呢、啊？真的很难控哎、欸，你会骗人吗？哎、欸，对不起，鲍本，这个真的就是这场真的就是画面会有点奇怪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是在外面啦，刚好像有看到他在跑，画面会有点奇怪，所以大家见谅一下，好不好？你控还不错啊，说真的，真的吗？还能跑，你控还不错啊，说真的。我现在左手好痛哦、喔，时间要到了啦。哇，你还可以蹲这个手这么顺哦、喔，时间到了啦，我的右手被压在下面，好辛苦哦、喔。那你可以叫你的右手起来。我现在右手是瘦了。哦！可以！哇！快点跑啊！这样，你听我说，我给你一个胡萝卜，我给你三秒钟，你要跑到你的终点，好不好？三、二、一，来喽！加油啊，千！哇，好啊，千，我跑啊，我好会跑！等一下，不要认真，不掉了，厉害，好猛哦、喔！人呢？人呢？你在吹熄那个火吗？对对对，吹熄那个烟。哦，而且不是在上面呢、啊，这里搞错了。
啊天哪、啊！好难控，好难控，好难控！可以吗？加油！好难控啊！冲啊！他应该看到，他应该看到。扣来扣！加油啊，姐！扣来扣！好难哦！哇、哦欸！你很强哎、欸，你很强哎、欸！我后悔了，手好痛啊！我觉得阿水控的很好啊，你那个视角还不错。不行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我已经很努力了。不用加那个啦！来，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段、啊、倒数两段好了，倒数两段好不好？ Yeah. 我们倒数两段呢，我们来换一个模式。这个模式呢是谁是啥？停！这个模式是谁是杀手模式？那我们正常来吗？我看看哦，它有分两种哎、欸。那我们正常来好了，好不好？正常来，好，准备喽，准备喽。先硬起来。我来看一下我们什么特殊的鬼袜子，袜子。你们有袜子吗？拿到袜子？袜子好像没有袜子。去找袜子啦，我去找袜子。买不起啊，袜子太贵了，买不起了。买不起。好了吧，就这样，大家准备好了吧？真的准备好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。现在被我扛过，好滑，好滑。他打不扛过啊，搞什么鬼？笑死！哇哇，准备了，眼睛比较都硬了哈，都硬了啊，开始喽。硬了，好紧哦。这个有一个人会是杀手，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啊，但等下就知道。是谁没当过杀手？好像都遇当过了。我没阿谦呢、啊，阿谦呢、啊，阿谦呢、啊，阿谦、啊啊、是吗？就是现在不知道，现在不知道，现在不知道，好像还不知道。欸、这好滑哦，糊溜糊溜哎，而且 WSD 会全部粘在一起。这个有要找按钮吗？不要，这个是只要杀死杀手或杀手杀死树，杀死杀手啊，应该有侦探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有侦探有侦探有侦探，没错没错没错。如果那个他的 button 没响，对，现在都还不知道，我准备知道了。被知道，怎么知道？那我们的规则就是不能够喊出谁是杀手。我应该拿破洞的袜子。好。对啊，这是不是作弊好不好？欸、有人的那个袜子是有脚的那个哎、欸，不行啊，就刚是可以把他那个不能拿五指袜，不能拿五指袜，好不好？我是 innocent， 等一下 ，I am innocent too， 等一下，你是不要靠近我，玩错东西，我是 innocent， 等一下等一下。我刚刚没有办法按到枪，我们太不服了。你是妈妈？我刚也是。闪闪，你那个是 F 5吗？那个应该是其他按键吧？对啊，我是那个大小写那个。我是 R。哎、欸欸，你妈、啊！你是什么东西？我吃掉了。啊！你妈啦！千妈，千妈好。等一下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所以你挂了。我挂了。这好像你上天堂第一句讲的话。等一下，我怎么在这里？我挂了。你妈、啊！我先把袜子拿下来。你靠近我什么意思？我解脱了。好好哦，你是不是故意解脱的、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那我可以过去。哎、欸，我不行，过去看你们呢、欸。你干嘛？没有啦，你干嘛、啊？刚刚为什么会有那个东西？我靠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游戏很滑，你知道我这、啊、我要射了。这游戏很滑，这游戏很滑。我要射了。你的袜子还是游戏？阿神说他走了。我要射了。我这样是走了，你为什么那么凶？你干嘛、啊？我真的受不了、啊。好滑哦！你知道有人一直跟在我后面，我就很想射，你知道吗？啊啊？好吧。嗯。怎么？这怎么你想射？那个杀手有时间的啦，好不好？杀手有时间的啦。什麼意思？我是觉得他进去杀手了。闪闪看我，闪闪看我，你要打指令看吧。我没有办法切 set 那个什么 set 的那个、啊。他没有呢。他没有打给你。对啊。什么意思？啊什么意思？啊什么意思？告他。我真的是死掉的吗？我有灵啊！你就是啊！谁是谁？阿谦啦！阿谦是你杀我吗？不是啦，阿谦呐，他杀你啦，我杀。那阿谦杀我，哎，我们换继续带着袜子吧，我开始出汗了，然后我们换一个模式，换模式啦，换个模式，换个模式，换个模式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换那个，我们换那个，对，结束，换个模式，换个模式，来，我们换成那个，我们换成那个，哎，等下，我想去洗手，手好臭，不要，没关系，快点啊，最后抢，快点，快点，加入硬了，硬了，所以我们是硬了。赢了啦！赢了啦！赢了啦！赢了！白痴好赢了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 ？Three, two, one！ 你看我这个家伙到时间到，所以大家再戴个袜子五分钟。还要脱？你不是说不用戴吗？你不是说已经脱掉了？啊，没有没有，还要继续戴啊！哦，真的很袜子，手全部都是那个洗碗洗衣精味道。你用洗碗巾在洗衣服啊？洗衣精的味道哎！你用洗碗巾洗衣服，宝贝哎！哎，这个谁杀手啊？我啦！哎呦，就是你今天真的是杀手王哎！欸、我今天是不是？我今天有当过杀手，对不对？有啊，阿谦没有、啊。当杀手都是阿谦今天是好人王，对啊，没有啊。然后刚刚当了，
是好人王。哦，哎哦，那你就是不是好人王？他刚刚就是不是好人王，听起来很难过啊。好像是手机很多卡，好像被发卡骂一辈子那种感觉。哎，你到底带着娃娃哈？带着。好酸哦，哎，这样很酸哎，这比那个左右守护一样酸哎，有点热好了，喷出来，热超热的，一直流汗的，什么喷出来在想什么？刚刚放，哎、欸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干嘛？我在哪？等一下，我一直按到，切手脚了、欸、啊！你袜子没有机会，给我袜子一点机会。我看到他在那边呢，好、哦，我要去买原味袜袜啊！哎、欸，好好好玩啊、哦，看他们好好玩，对啊，看他们就觉得好玩。你们在哪里啦？我们在对面看着你。我已经切到视角啦！你拜拜，妈，哦，妈，哦，阿健，好像是另类的解脱。阿健，阿健，你把袜子拿起来，快把袜子拿掉。阿健健，阿健健，阿健健，把袜子，阿健健，你好帅，干你娘！跳跳跳跳，哇！到底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？我卡到墙，我卡到墙，我卡到墙，干嘛？哎，不是干嘛？干嘛？你干嘛？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喜欢你啊，泽平，我喜欢你，我也是你的粉丝啊，泽平。我觉得你在这里一辈子啊。泽平，我是你的粉丝，我叫甜蜜哦，泽平。我肥宅啊！我拍了什么？你说？哦他只是想甜蜜而已啊。输的那个人要拿袜子泡头。屁嘞！还是这样吗？你刚闪闪啊？还是我们刚左手？我们刚左手不是掏过袜子吗？输的就是舔一口自己的左手。除了我之外，江宝贝，已经开舔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已经一直在舔了。舔爆，太快了！阿婶在通告你吗？舔完之后还要再把那个袜子拿去卖。哇！二十秒，二十秒！哇，你找不到人呢？真的，我找不到，我就只找到你哎！阿婶不能传吗？再三秒。哦，这么快？我这边有二分之一的机会。要来了！哇，出片了！不是我们这，不是我们这，不是我们这，不是我们这。好，阿天，好冷的天，他在那里，他在那里，我亮，我让他亮起来，我让他亮起来，在云里面。开始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烟出来了，烟出来了，在那里，这边跑，走走走。哦，哇哇哇哇，这边这边跑，这边跑，好近好近好近，太远了吧 ？Oh my god！ 超近 ，My god！ 别，我操！解脱解脱，袜子拿起来。第一件事情什么呢？第一件赶快脱袜子。哦。哦，我的左手解放了！哦，我左手解放了。嗯、谢谢、啊。Right， 今天的哎、欸、，Fight Button， 恐怖 Fight Button， 差不多该按照这。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集 Episode。哎、欸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。如果还想看到更多更多 YouTube 一起来玩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。我是不是讲两次？哎、欸，那么我们下一次见哦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